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杭州医学院和东方基因股份以及浙江省疾控中心联合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IgM-IgG 抗体检测试纸胶体晶板。首先拿到产品后，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我们的产品有检测试剂卡、缓冲液、采血针、以及酒精消毒棉组成。检测前请先撕开铝箔袋，将检测卡平放在实验台上。将测试者的指尖用酒精消毒棉擦拭消毒。打开采血针，在指尖轻轻扎一针。挤出指尖血。用拉丝滴管吸取适量血液，滴一滴在试剂卡 S 孔处后，立即垂直滴加两滴缓冲液至 B 孔，设定计时器10分钟判读结果。